喂，有些声音超大的，我调低一点的，我不知道有没有比较好。这个好大，我实在是很不喜欢这个球，也没什么在用，干掉的，应该干掉的。购买钻石卡赠送鬼王阿曼，月卡升级至白银月卡送鬼王阿曼，哇，鬼王阿曼这么廉价，哈哈哈哈哈哈。紫气东来，好，氪金要素嘛。来，今天我们玩这个阳寿生，我这边玩 RPG 类型的、啊。我们今天玩这个封神二捉妖师，说是封神捉妖师的二代，没什么差别，反正就出二代了，玩一下。然后跟漫画家。百鬼夜行志合作创了一个角色鬼王阿曼，就后面这个吧，还可以跟随呢，可以看到他吗？鬼王阿曼加一，好像还蛮有趣的。百鬼夜行志，我以前年轻的时候还有看过一下呢。中文念起来真滴怪。天哪、啊，配音员真的很痛苦哎。你才冥婚，你全家都冥婚。嗯，宁采臣。好。其他的应该没什么太大变化，我可以点进去确认一下吗？看看会不会痛。有哎，八错。大声一点好了。那我看一下还有哪些东西是要进行。可以展示阿曼的特色威猛。好，能说吗？可以。FPS 蛮好的。一手动自动乘一，它可以乘三呢。这6×6的双方制战斗，这种类型，哎，算了，可以自动战斗。就已经算方便的了。卤蛋家，天渊地无。胜利，就基础战斗了，其他没什么变化。对话，自动战斗，对话看剧情，差不多就是这样子。柠檬茶33140，感谢。这是什么？燕赤霞，乾坤剑气。哎，打得赢吗？鬼王阿曼能不能够帮我打下一片天呢？有公会加好友吗？哎，可以耶。看来系统上面这一段是打的。还行啊 ，FPS 不错了。看一下哈，是一个看起来很像男的女的，谁啊？你说聂小倩吗？哦，小倩是男的。有召唤欸，召唤看看，本次免费，少司命，轻轻松松抽到一只 A， 这是正常的。人算不如天算，一切都是命。三巧，看一下，大量魂玉购买，赠送 A 到 SS， 我有够吗？
九个。他说给我一点资源，可以在开台的时候抽一下。不过我好像没有看到什么资源。强装备并强化，每日福利，包子大餐享用。哈哈哈哈！哇靠！我2013年的时候接过类似的画面，现在也有。看看哈，替身木偶，异闻录。包裹，包裹是干嘛用的？吕洞宾碎片，这是什么？鱼王鼎。领取。嗨嗨嗨，你都有了，我当然领一领。其他的所处奖励。好像没什么特别东西可以领哦。没有，我没有看到他有没有提供可以拿来抽奖的东西。日常就那样。嗨，阵容差不多吧，跟一般目前常见的游戏长得都一样，就是那样子。神出鬼没，阿曼来也。就一只鬼王阿曼比较特色啦，毕竟是异业合作的，屁股还蛮翘的。其他的部分好像就是那样。强化玉林没有，真的没有看到有送我东西的，就看能怎么着就怎么着吧。我看，你看玉玄机不足哦，还有那个啦，还有给我元宝了，杀了。拼拼拼拼拼，成就达成。盘丝大仙，盘，好 S 与丝妾，盘，感谢你，小青，剑灵干将，还有墨邪吗？明彩尘，妙手空空耳，看起来有点猥亵，小维谁啊？哎呦，哪吒哎 ，SS， 真的是比较屌的特效，比较煞气。再买9次魂玉必送 S 或 SS， 不是啊，你不用必送啊，你要一定送 SS 啊，靠北啊！再抽一次看看。哎呦，抽这个好贵、啊。叮叮叮叮叮叮叮，哇，好像没有 SS 了。黑山姥姥，刘伯王，哦，这个左右手各一把的一定强。钟馗吗？哎、欸，钟馗蛮有一回事。孟婆，哦、孟婆有这么大是不是？祝融，嗯，这祝融怎么有一副海贼的样子？没了，好啦，至少还中了一个 SS， 已经算不错的了。赠送十魂玉，可是这个再抽下去消耗2520哎、欸。哦，因为我原本有一点啊，所以它比较没那么贵。现在一般抽一次就是2520，最后一次了。SS 呢？雨丝，跨龙伯，孟婆又来了，小龙女。牛魔王，小龙，钟馗，白素贞，哇，很素哦。白泽图鉴，哦，还有图鉴可以看一下大家的小故事的样子。哎、欸、呦，跟你有缘啊，白泽，有特殊奖励。好的，看一下玉林，这是我们目前的方式吧，应该可以看他们讲话吧。小鬼乖，有谁家需要驱魔的吗？哈哈哈哈哈哈！章鱼哥哎，小鬼乖，
有谁家需要驱魔的吗？老婆，快来帮我扇风！三小，别再问我孤儿在哪里了。怕死的，使我一剑！华夏第一剑！哟，在我杀你之前，你可别死哦！素贞姐姐，如果吃饭的时候咬到舌头，是不是也会中毒啊？啊！白素贞的旁边的小鸡鸡啊！哎，我好像忘了什么，算了，先喝碗汤好了。好想看一下他手上那碗汤里面放什么东西哦，魔族的关系看不太到，就是魔族的关系，两腿之间也看不太到，就是了。第一次对孟婆这么有兴趣的，可惜。彼岸花开，黑山老了。你休想逃离我的手掌心！哇，不愧是姥姥，背后的那个特效特别多，会掉帧哎。你休想逃！竟然会掉帧。家里的蟑螂就由我来帮你处理吧。盘丝大仙，我不知道典故是哪里。列传占山为王的蜘蛛精哦，《西游记》的吧？没记错的话。常变为卖酒娘子，引诱路过的年轻男子，吞噬其血肉，曾变作新娘子混入人间的婚礼，将负心的新郎捕杀。那你若等级提升，还可以解锁生心，生心是要吃自己是吧？哪吒，太热了，有没有强一点的对手啊？我以为他说太热了。小维呢？有种就叫你的女神卸妆给你看。画皮故事中的女鬼，三世之名，之前名叫小维，金狮名妓。我不知道她的典故，应该说出典是哪里。缘分。哇，九尾天狐啊！聊斋哦，是哦，聊斋志气吗？我不知道，我没有看过聊斋志气。天谷知音上，弦断有谁听？雨师，完了，我也不知道雨师的出点是哪里。读过的东西太少了。你说动物不能进去喝咖啡是什么意思啊？哎呦，小鹿妹，小鹿哥，白泽一族是上古传说中的神兽，祥瑞的象征。据说外形犹如白鹿，长有灵角，能通人眼，善视天下妖魅怪物的形状样貌，是种博学多闻的半仙兽。哦，好像很厉害。夫君，可以帮我把艾草拿远点吗？嘿嘿嘿，白素贞，《白蛇传》的女主角，耶、yeah。平易一去，世上再无知音。雨师妾，干嘛？雨师老婆、啊，哇！西楚霸王、兰陵王也有、啊，我的热情啊，好像一把火。谢祝融，洪荒上古时代的英雄，原本是天界火凤凰，奉天地伏羲之命，与共工一同跟随九天玄女下凡。嘿嘿嘿嘿，好的，苏中仙。我早就想换台平板了。就是小鸡鸡 B 级而已，可怜少司命。人算不如天算。哈哈哈哈，章鱼哥好了啦，差不多了，逐渐进度。哦，奇数加成，那我可以看到我还没召唤过的吗？可以，下面是未获得玉鳞，还是可以看一下。你的剑有我多吗？我一定要说你的剑就是我的剑。哇，我原本以为一次拿两把已经够强了，妈，我们吕洞宾也是横吊的类型。民间传说中的八仙之一，生性风流倜傥，喜欢饮酒和作诗。嫦娥。要是再找不到食物的话，今晚我就只好下凡去吃别的啦。
怀抱玉兔，长裙飘带的月宫仙女，千百年来与嫦娥独自守在寂寞清冷的月宫中，与玉兔桂树为伴，心中充满哀愁和懊悔，呵呵呵，真的可怜。不过魔主做的蛮精致，勾魂这种白无常事情，让牛头马面去做就好了。关圣帝君，不要有事情的时候才来拜托我。哎，模组做的真的蛮精致，而且不是兼用卡，有些有皮色看了就烦。人呐、啊，要是长得难看，连早餐店阿姨都不肯叫你美女了。嘿嘿嘿，九尾天狐。哟呵，前面的妹子要不要上我的跑车啊？这是谁呀、啊？隐居在这什么岩甲镇的机关术制造大师，真实姓名早已失传。精通那字到底怎么念？眼术和法术吗？无人知道他的真实年纪。白竹鼠，人呢？这个看过了。水神共工，看看会不会痛？还有谁？天地无极，乾坤借法。哈，这么懒子，天地无极，乾坤剑法，敢惹我，让你看不见明天的太阳。哈，我靠，为什么喊出来的台词都是十五年前的那一种？谢后羿，好不好？后羿连列传都特别普通了。中部之神担任天神伏羲的护卫，在鬼门关之战中奉命用神剑解除了应龙的封印。好，那还有呢？三鬼。准备好迎接死亡的降临了吗？不行啊，你的头跟你的身体一样大，我怎么受得了？想吓死谁、啊？老子是东区赵子龙，一个打十个。东区赵子龙，哈哈哈哈哈。谢东居道者，来，大家一起感恩师父，赞叹师父。这是三年前的梗了吧？刑天，因为嘴巴跟床会连在一起。哎，刑天竟然不是脸，身体上面有脸，真可惜。什么铁扇公主？需要深山封地呀。对话竟然还跟牛魔王之间有关联。哇，我缘分超好的，我又有哪吒，又有牛魔王，又有祝融，孤鹤鸟。孩子一直都很乖呀，一定是你们带坏他。孤鹤鸟不是前阵子还在那个吗？啊、胸部会摇哎，还在网络上面掀起了一阵风暴。你觉得我笑起来好看吗？婴宁谁啊？人狐混血的半妖，因化为人形后头顶狐耳，而不被父亲承认。随后因修行天赋不足，难以继承狐仙血统，而被母亲抛弃。干，真的可怜。我的孩子，阎罗王，来人啊！再去多买十只来。数百年前，什么？因劫难化为元婴状态，与成熟的性格和说话口吻形成了特别的反差萌，特别的反差萌，用在这里的吗？我是贱女人，拿着剑的女人，这样子可以吗？有墨邪长这样子，黑无常，黑脸是本姑娘的强项。哦，我抽到的都是男性哎。白无常是男的，勾魂这种无聊的，对啊，干将也是男的，可怜，果然女角比较难抽，这样大家才会想要氪金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大家要相亲相爱呀、啊。谁呀、啊？狄仁杰。Skin 真的做的还不错，不过越来越有熟悉感，不知道为什么。飞会变成什么？当然是飞碟啊。好。梦幻国度，华胥幻境的公主，谁？当然是飞碟。想得好姻缘。月老，先拿两颗毛线球来贿赂我再说。喵。一只可爱的猫咪修炼多年，渡劫成仙，封作月老。
是这样子是不是？我对一些中国神话不是很理解。嗯？凌波曲？韩湘子？我也不知道是谁。大家应该都不知道，我是伏羲的女儿吧？啊，真的假的？是啊，伏羲女娲女儿，哇！好、哦，花木兰这个也有放进来。木兰无长兄。哎，真的耶，这个模组还特别把它做大了一点，而且是弓箭手。请公子别一直盯着奴家的尾鳍。虞美人，虞美人也可以是不是？还有谁？河伯。哦，漂亮妹妹，给亏吗？有没有看到他们的声优啊？好像不行。信息是什么？也不行。可惜。其他的有什么特别的吗？马面。有哪位公主要把初吻献给我吗？马面。金刚力士。超大，大到可以扯大家后腿。哦。牛头，可恶！阎罗王又没给加班费了。为什么牛头的脸这么好笑？好，看完了，这是目前这个游戏所能够抽到的角色。现在登录就送鬼王阿曼的样子 ，S S 角。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神出鬼没。好，其他的应该也就是这样了。图鉴也看完了，角色也抽了。好，大概就是这样，没什么特别，打打架吧。一键跳过，看一下能不能够阵容，因为我刚刚抽到一些还不错的角色。彩衣、布阵，不是啊，哦，我不要彩衣啊，我也不要宁采臣啊，我也不要聂小倩啊，我要更换玉林，放哪吒。放，不知道可以放谁，随便放。卤蛋家，这是我自己，可以换吗？不行，我一定要站在场上面扯大家后腿。妈的，一键强化，哇，增加就是加战力了。然后要二四等的时候才会开放下一集。等下，这是什么？选择。哇，战力加好多啊！选择，哎，不要不要不要。霹雳尖，同时强化玉林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还没有办法一键强化？击败狐女阿紫，等下就是这样子吧。乘三倍的速度，然后开自动看他跳，反正我也没有兴趣去理解他的玩法。不是，就像两人在聊天呢。二之二，落魄中。如果按一，他们会讲话吧？好像也不会。胜利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基础玩法，就是十年前的手机游戏玩法，现在跟现在一模一样，那有什么问题？就必须要再强调，干玩游戏真的太多了，什么都看过，要激起我的热情真是太困难了。黑山姥姥啊！老老，你每次出场的时候都会掉帧啊！哎，我有要，我有要掉帧的时候，原来还没。天，他这个应该也是有强化技能跟布阵能力的那个吧差异，不然我觉得我火力好低啊！来，你看，一定要掉帧。好了，老老，算了。我跟提督稳定音，在上古遗迹中获得了吕洞宾，这么好，哎，打完了啊！谢谢大家，胜利，小维蛮可爱的。
伤害量，他还有 MVP 耶。结果我们鬼王阿曼打出来的伤害也没有人家小维高啊。阿曼啊，阿曼你不能因为是送的就不打架。社交好友，添加好友，这个按钮是做什么用的？同意，全部添加。嘿嘿嘿嘿嘿，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好友，我的字典里面查不到好友这个名词。哎呦呦，我靠，跑得快，有点累，就是。要按什么？抱歉，没有注意到世界地图。哦，缩地术，不可思议之国的普拉德人，兰若寺啊。他这要干嘛？解救贝卢的宁采臣，可怜，要跟跳跳童子打架。第三章古世妖宗，就剧情啊。不过这游戏因为它是二代的样子，所以如果你玩过一代的话，或许会有点兴趣。一代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的游戏了，2012年了吧？还是2015年？等级提升，哇，原来这个账号现在才12等，微慢。与聂小倩交谈，询问原委。没关系，你打你的，我就一直照着任务按，然后你们就一直推，看什么时候可以打完，或者是什么时候可以抽奖。对啊，有抽过奖了，就那样。天灵碎裂，哇，朝着我脸拼命敲哎，尊重一点。只是我每次玩这一类型的游戏啊，它里面有很多用字遣词都相当的有文学气息，我一个字都不会念，这字怎么念？兰若琪破，布偶猫我男的啊？为什么？可恶！我明明叫布偶猫，本来想织的，本来想要传我的巨棒给你看。Sorry， 30000，感谢。哎，我是不是快死了？我没有关系，我回来。有没有落魄中、落魂中、九幽夜城、是太极劲儿、雷霆赫怒、风尘缺？谢谢大哥，又三星了呢。我们小薇好强哦。泉下人敏感五内，敏感五内是什么意思啊？是非常非常感谢你的意思吗？免费进入，这是玩什么的？玩法叙述：点击探索神秘遗迹，击败怪物获得钥匙，用钥匙打开大宝箱，开启大宝箱获得奖励，进入下一层。啊，这个有限制吗？不是 啊，它会消耗什么东西吗？它不消耗东西，我不就乱按就好了，然后插。哇，看起来好强！我还好，只是看起来而已。血量战力应该偏低。五温断离。哦呦哦呦哦！哦，有了有了，阿曼的招式看起来煞气多了。哦好，发现怪物快消灭他。我还是看不懂哎，为什么他点东西不用消耗任何东西？他应该就是因为会你乱点，就是会消耗一些特定的消耗品，所以你就不能乱点，你要好好的晒一下。
闪避三下。哦，哇靠！刚那一招谁放的这么痛？降服群魔，哦，这个剑子很多呢。妖王的战利品中果然找到了一把钥匙，啊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哦，我看到了，他在看到特定的东西的时候才会要你消耗右上方那个包子，没看到就没差。你看，在这边就要用五个包子。好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多了一堆财宝，就这样。所以你平常乱点好像也没差。那，啊，你看到东西的时候，你在考虑要不要点进去，就会消耗包子来进行战斗或取得宝物什么的。啊，有一些格子旁边如果有怪物，你不打倒就不能开吧？这种设计。看刚刚那招 A O E 到底谁放的好痛啊？是不是就是小维啊？小维真的屌，欸，没了，我们进下一层。可拾取是否要进入下一层？是，我不想打那只垃圾。这是什么？元神一问。黄金怪物，黄金怪物打起来好像比较好。哎呦！这是两回合类型，我想说怎么这一次打这么快？哦，这个真的很多经验值呢，还可以拿个钥匙。Toma Zero， 感谢。哇，哇，蓝灵王碎片，我又再进入下一层，恭喜通关啊！哇，这样就通关了。我看一下，进入扫荡卷，黑山姥姥，我还有分升层级啊，画皮儿。SS 玉林随机包哦，你这样一路，这个叫上古遗迹，你一路打都有机会拿到更好的银领吧。像菜鸡怎么拿盘丝大仙？没有 X 2感谢 S 玉林三选一礼包，哇，感觉很爽。可是我现在战力真的蛮低的，我好像就有一只小尾可以来打架。哎，这样看来这游戏玩起来难度应该也不高。累积消费活动，你累积消费5000元元宝奖励哦。好，领取并删除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。今日免费，好，谢谢姥姥。我看一下，他说有一个必得，再买9次因为哦，十连抽一定会有一只 S 或 SS 啦，好不好？就如果你真的很晒的话，每十连抽再送你一只。玉城上面来讲，难度应该不会太高。极速强化5次，叮，玉林加成，你要拿指定的玉林才会加成这个招式，这么硬哦，无名火启动。我要通关指定的关卡才能够启动。我看起来还好啦，取得指定阴灵这件事情难度算低的。领取奖励，领取，前往点亮异闻录4颗央妖星，这个怎么点亮？孤惑鸟点亮妖星，这要这个是什么怪牌子？通灵气印，好，还好我。饱读诗书，知道那个字念器，不然聊天之后说我读很烂。好，去抽奖。嗯，有一个 SS 哎，好爽啊！
哎，墨邪来了，不是墨邪就是剑。黑无常也来了，取得角色真的蛮简单的。空海法师，哇 ，Stand Up Power， 西楚霸王，哇，西楚霸王，看起来太屌了。看一下，西楚霸王。霸王枪，人类英灵中，人类英灵是不是讲这么直接啊？战力、战斗力最强大的代表，黑化而狂暴的绝代勇将，被人故意破除禁忌的封印放出人间，一直寻找什么虞姬转世缘分，观衬地球，哇，缘分好梦，都要跟 SSA， 我还有哎、欸，我有这个什么鱼王鼎。有雨失窃，这样会额外干嘛？加攻加血，好像也是蛮差劲。护一下阵吧，小薇还蛮猛的。聂小倩，再见了，小倩。你再强，应该也没有我们霸王强。换那个什么顶给他。水天葫芦，霹雳尖。是啊，大哥，给那个、啊，咦，确定要更换？更换，这样有吗？这样有特殊缘分吗？有哎、欸，右下角有亮灯了。攻无不克，到底有没有？不是啊，大哥啊，你这样到底有没有算是增加缘分啊？我给你他妈专武，你还他妈不跳东西？不是。生时机突破，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，变成西楚霸王加一了。哦，碎 ，FPS 直接掉到15。不是、啊，你都亮了，我真的看不出来你到底有没有那个。战无不胜，攻应该是有啦，下面有，下面他是不是新一？哦，看出来了。他有星星的话，就会再提升一点能力这样子。强化，时装哦，哇靠！我没看到这个一世神功，丝蛮金铠，女装，哎呦哈，好、哦，守护灵，守护灵，与你定，女装，哦没有啦，这是玩家自己啦。我想说，我们西楚霸王他妈也可以变女装。这是玩家本身，发喜欢自己是一个小鸡鸡吗？没问题。哎，抱歉，性别不符。完了，一开始选角的时候也可以选男选女，我们只能当这样了。我想说，时装这么屌，不过很可惜，他好像不是跟着角色跳的。我想说，连我们阿曼都有时装，那么厉害。好，大概就是这样。然后装备好像不用弄，装备还要自己长那样的。紫黄，感谢。其他的部分应该没什么特别。哇、哦，干真低调哎，战力29000。啊，小薇，其他普通。哦哟，鬼王阿曼也有28000哎，就你这个小鸡鸡。没关系，这个时候我就帮你一键强化。让你看起来好像还能打，强化完成，就小维蛮强的，刚刚好几次都是靠他一招拍死，然后缘分的话，缘分好像只要你有那一只角色就会加进去，还是要跟他在一起。哦，百鬼夜行志，哎，前往商店，哇，可惜，我买百鬼夜行志给他专当专务。有种就叫你的女神卸妆给你看，哼！有种就叫你的女神卸妆给你看。臂力，看一下身心，没有那个碎片什么的。我
看不太懂他们的技能能不能够升、欸、好像一直在增加。哇，个战力十二万，没有，不是他十二万，是总和十二万。缘分，缘分好像不用放角色进来，他有在你的手上就可以了。哦，那这样还好，抽到角色都会有能力相加上去。可以，领奖啦，谢谢你、啊。还有什么？比武场没什么特别的了。精彩活动没什么特别的，都是氪金要处理。社交强化奇术，这边应该也差不多吧，就是长那样子。主角15级才能强化，那我可以再去玩刚刚那个吗？挑战上古遗迹，花60元宝进入遗迹，真的还他妈假的？他只是一天打一次。啊，你已经打过了，不再给你打，你要打就要花钱，好吧？这是什么？第二章。四。布阵脱衣头像更换位置，当然是放这样子啊。中间这个小鸡鸡是可以干什么的？挑战，哇！你看我们西楚霸王想拍谁就拍谁，哇！胜利，伤害量22517，聂小倩碎片强化，哦，有新的东西了，是不是？这个就是刚刚我想要点不起来的。孤惑鸟，点亮孤惑鸟全部妖星，主角之子提升到 A 级。点亮五通仙人全部妖星，御林身心上限提高到10星。蓝灵网呢？点亮妖星，不行，反正就是一直点啊。然后这两个比较重要，蓝灵网也蛮重要的。点亮全部妖星，生命值加3%。主角之子提升到 S 级，哦，所以主角其实没有那么废啦，他还是可以强化上去的。空空儿，哦，反正说如果真的要说的话，最后还是要点满的，没了。哎，好多任务。真假命才成啊！又按到布阵，希望他 UI 按钮可以做得更显眼一点。GSOCK， 感谢。等，蛮出奇的，就是扫荡，不扫荡。打完美，闪避就什么招式都不吃，哎。原来还要讲话，欸，想说反正闲着也是没事，不如听他讲话好了，就这样按掉了。想想还是有点不好意思。这是谁啊？
奥牛没办法。对，好想看一下这个游戏的社交。击败被迫与燕赤霞的阿紫，怎样？阿紫又怎么了？阿紫，别闹了。哇，一招拍不死，就要另外花一招去打，好浪费。我靠 ，AOE 真的强哎！这是什么？击败被傀儡控制的聂小倩肉身，啊死！这个我一定急。真的有剧情。尸身不幸被姥姥的树根死死缠住，就这样沦为他的鬼魂，魂魄不得超生转世。这么多年来，每当我产生逃走的念头，或者拒绝同流合污，姥姥便以毁掉我的肉身要挟，逼我屈服罪犯。黑山姥姥这么坏，是不是？算到这里来了，小倩。没错，一百年来，你心心念念想拿回的那一具皮囊，此刻就近在眼前呢。不过，你姥姥的配音配的真好哎。这一具冰清玉洁的皮囊，不仅仅承载着你的生前回忆，同时。也是姥姥我最得意的杰作。过去的一百年里，我每日用树枝精华来滋润这具皮囊，但真正让它保持青春不坏的，却并非树枝，而是傀儡虫啊！哈哈哈哈哈！世间何曾有过青春不坏的容颜？一切都是傀儡虫的杰作。以傀儡虫为媒，灵与肉自相残杀的好戏即将上演。到底哪个乖女儿才能站到最后？来吧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姥姥配音配的真好。好歹毒，老妖婆你不苏醒吧，我的乖女。好歹毒，老妖婆你不得好死。不要怕，我西楚霸王，就看看你的肉身能不能够经得起我西楚霸王的一击啊。哎哎哎哎，痛！结果这边放的剧情竟然是《倩女幽魂》，古早时期有好多台湾那个时期。可是我好像从来没有好好的看过一次《倩女幽魂》，因为以前把它当恐怖片看，我不敢看，我怕。现在想要看都看不到了。觉悟吧。是啊，我好害怕哟。书呆子，你也这么觉得吗？可以是午夜七月。不要管我。你们快点灭了这个老妖婆，只要能夺回小倩的尸身，我就算死了也心甘情愿。姥姥好入戏啊。小倩不许你牺牲自己的性命，
生死关头，这书呆子倒是个不怕死的痴情种，叶某佩服。好一对痴缠，姥姥好入戏啊，还在装什么生离死别呀？那好，姥姥就成全你们。聂小倩，马上杀了你身边的同伙，否则我马上把宁采臣丢下深渊，摔他个粉身碎骨。该死的老妖婆，还想拿我要挟小倩？千万别听他的，小倩，你一定要好好的，来生来世不要忘了我和你的约定。采臣，你就自己跳下去不就得了，这样大家都没有后顾之忧了，还要我教？简直痴人说梦啊。聂小倩，现在你最宝贵的两样东西就在眼前，选择小白脸还是自己呀？给我马上决断，给我马上决断。哇，西楚霸王在这个状态下也才不过赢了5000伤害，那个小维真低调。咖啡东，感谢。燕大侠已传授了无名火的口诀。现在才启动无名火和其他无名火咒修行。好了，我有无名火了。抱歉了。真叫人升起一股无名火呀！你们想做什么？天姥姥突然怕了。不要犹豫，开始吧。住手！不要听小倩的。封印火！你们居然不顾他的皮囊，疯子，全是疯子！姥姥真的好入戏啊！天哪！你们不可能打败我，绝不可能！觉悟吧，这一剑了断你我的恩怨，受死吧。啊，老了，地面好像有点震动。哎，姥姥超进化，哈哈哈哈，哇，姥姥看起来好强哦，天哪！救命啊！好恐怖！这家伙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？真的是好恐怖！糟了，这是黑山姥姥的真身，快逃！姥姥看起来超强的啦，哈哈哈哈！谎言之王的真面目。你们全都给我陪葬！姥姥好了啦，他已经被我们打回原形。跟姥姥遭罪的。呜呼！哇哇哇！呜呜！哇，姥姥连摄影机都特别差劲。姥姥别打了，姥姥算了啦。我西楚霸王，你怎么跟我打？啊，姥姥！贱人！哇，这姥姥真的好入戏哦，好赞！
不要怕，这老妖怪已是灯枯油尽，我来封住他的身形，能彻底制服这个怪物的只有你，捉妖师。啊！天地无极，乾坤借法，这还不祭出你那卷天书，更待何时？燕大侠有点掉帧哎。主人，黑山老怪现出真身后，小生确认，他也是异闻录中通缉的妖灵，快快祭出天书。这样啊。封印。我姥姥还是蛮强的吧。不，我不要回到那个不见天日的地方。不，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。他姥姥真地猛哎。我觉得这边最强是哪吒，时间拉长，现在是哪吒最痛的。这是什么？回城啦！与人鬼殊途。我靠！我靠！如某一身轻功啊！痴痴傻傻，倒倒颠颠，嘿嘿嘿。突然之间叫你去比武场会会天下豪杰了，天下豪杰挂号大金主，来豪杰，让我们痛快一战。谢豪杰，真是精彩的笔画！本次免费，还是少师面？把那个好了，把东西抽一抽，看能不能再拿个 SS。这些 SS 取得的几率比我想象中高好多。哎，你看，又来一个。刚讲完又一个 SS 啊，姥姥，姥姥算了，姥姥真身都被封印了，小倩在姥姥之后出来真是尴尬，又一个西楚霸王变碎片了，其他的差不多就是那些，现在目前角色并没有多到那么夸张，嘿，白泽又出现了。图鉴到达一定程度，他都会跳出来给你奖励。你的白泽会一直连着，好像是不差了。加减 death， 最后十抽。哇，没有 SS 了，可惜。一堆钟馗，三鬼，虞美人。将聂小倩的话转告你才成。Jewel Bird， 感谢。再会了。
哪里来的小妹妹这么可爱？神秘少女，她是亡生还是认生啊？那个字没有歪。好了，看来人鬼殊途。最开始第一个主线应该就是那个吧，《倩女幽魂》吧。之后就又换了，应该一直都是跟一些民间传说有关系，《聊斋志异》。好，差不多了，这是我们《封神二》捉妖师，就是《封神捉妖师》《封神封印师》的二代，反正同一个开发商啦。有兴趣的话呢，在双平台应该都有，自己下载吧。我们上面也有 QR code。打发时间，看看民间传说也不是件坏事啊。干什么？你 solo 了，吓我一跳。先关台啦，感谢各位观众。